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明天是你的生日，我的周。11时32分，广场电子屏幕上出现“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标语。现场合唱团唱响“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群众游行开始。游行分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三个篇章，10万群众、70组彩车组成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抒发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衷赞美和真情热爱。高举巨幅国旗的1949名青年组成国旗方阵，率先走来。70年前，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随后走来的是由2019名青年组成的国庆年号和国徽方阵。1949到2019，记录下新中国70年砥砺奋进之路。神圣的国徽象征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尊严和力量。一曲红旗颂奏响，21辆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徐徐驶来，车上是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老一辈建设者和亲属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老一辈军队退役英模、民兵英模和之前模范代表。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向共和国的英雄和先锋致敬。第一篇章建国创业，由开天辟地、浴血奋战、建国伟业、当家作主、艰苦奋斗5个方阵组成。热情欢腾的舞蹈、优美深情的旋律、金光闪闪的勋章、再现历史的雕塑，让人们的思绪回到那开天辟地的时刻，那硝烟滚滚的岁月，那热火朝天的年代。当游行队伍簇拥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经过天安门时，现场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第一篇章在情境式行进“青春万岁”中结束，少男少女骑着自行车穿梭而过，红色长纱巾流动成梦想之源，汇成一道年代风景。第二篇章改革开放，由关键抉择、希望田野、春潮滚滚、与时俱进、一国两制、跨越世纪、科学发展、众志成城、圆梦奥运9个方阵组成。改革创新的激情，迎难而进的坚毅，梦想成真的欣喜，写在游行群众的脸上。一辆辆造型丰富、寓意隽永的彩车，一句句高亢嘹亮、振奋人心的口号，展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壮丽篇章。当游行队伍先后簇拥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巨幅画像经过天安门时，全场一次次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第二篇章在秦晋式行进东方雄狮中结束。中国功夫和舞狮表演精彩互动，激昂的鼓点催人奋进。第三篇章伟大复兴，由十八个方阵组成。当簇拥着习近平巨幅画像的伟大复兴方阵出现时，热烈的掌声和如潮的欢呼响彻全场，把群众游行推向高潮。随后走来的创新驱动、区域协调、乡村振兴、民主法治、民族团结、凝心铸魂、中华文化、立德树人、体育强国、脱贫攻坚、美好生活、绿水青山、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严治党、不忘初心等方阵，全面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实现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华儿女方阵以巨大鲲鹏造型彩车引领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彩车依次通过天安门，充分显现中华大地的壮美画卷和改革发展的勃勃生机。扬帆远航方阵寓意中国号巨轮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破浪前进。第三篇章在秦晋式行进同心追梦中落下帷幕。2019名少先队员组成的行进乐团奏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昭示复兴之梦必将在接力奋斗中成为现实。群众游行接近尾声，最后一个方阵祖国万岁走向天安门，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动听的歌曲，动人的舞姿，灿烂的笑容，向祖国母亲献上最热情的礼赞和最美好的祝愿。随着七万羽和平歌展翅高飞，七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歌唱祖国的激昂乐曲歌声在整个广场回荡，游行群众朝着天安门城楼方向欢呼致敬，习近平等向各界群众挥手致意，城楼上下连通真情交汇的新桥，广场内外成为欢歌笑语的海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共同祝愿中国和世界的明天